expert、啊、我们看音节，第一个音节呢在 ex， 我们念成 x， P-E-R-T 念成 pert，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我们就念成 expert。Expert， 那 expert 呢？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我们中文翻成专家或者是行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A person with advanced knowledge, skills, or training in a particular field or subject。好，所以我们知道呢，行家跟专家，它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好 ，with 这个介系词，我们要把它翻成拥有或者是有着一个先进的 advanced， 就是进步的、先进的、进阶的 knowledge 知识，或者是技能，或者是训练，在某一个特殊的领域。好 ，in a particular field 这个字，我们就把它翻成领域。particular 就是特定、特别的领域，或者是 subject 就这边呢。我们翻成主题，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专家、行家，英文就念成 expert。好，我们来看例句 ：Mr. Yan is an expert in math. I'm glad to have him as my tutor. 好，他说呢，杨老师 ，Mr. Yan is an expert in 好在哪一方面的专家，哪一方面的行家？同学要特别提醒自己，他要搭配一个介系词 in， 他是呢一个数学的行家，数学的专家。I'm glad to， 我很高兴呢 ，have him as my tutor， 好有他来作为我的家教。tutor 这个字呢，在这边我们就把它翻成家教的意思。OK， 好，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 expert 名词，专家、行家。